事实的真相。其实我最近都在帮他们录影，最后三天再拿出来用就好了。叶云志本来就师大教育博士，他跟我很多很多幕僚是很好的朋友。事实的真相，其实我最近都在帮他们录影。对啊，只是他们还没拿出来用而已。哎，其实可以帮忙人家就帮忙人家嘛，何必在那个卖下苦哎。其实有啦，他们，我帮他们录影，最近都有在录影，只是说大家都先录起来嘛。最后，其实选举是这样的，最后三天再拿出来用就好了。你现在讲干什么？稳赢的不用拿出来，稳输的也不用拿出来，只有那个拉扯的。误差在已经压到5%以内了，才需要拿出来了。你们先录影都录好了。不要对，我知道啊，那个没有，那不要告诉你嘛。不过叶云志本来就师大教育博士，他跟我很多很多幕僚是很好的朋友。哎呦，就是那个人家也不要我推荐，人家稿子都帮我写好了，照念就好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活在世界上，人家说举手之劳，帮忙人家奇怪。我可能哦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嘛，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。就是说，那、你可以帮忙人家就帮忙人家，他每次他好像打那种足球，因为我不会这样。举手之劳可以帮忙别人就帮忙别人嘛。